其實咧，我哋迪士尼樂園咧呢個童話婚宴咧，其實呢一個品牌咧都已經超過十年噶啦。咁其實一直都好受新人嘅歡迎啦，因為我哋係來自係迪士尼嘅故事啦，我哋可以去獨特地去為佢哋度身訂造一啲特色嘅婚禮嘅。咁亦都有好貼心嘅服務，因為我哋都有專人咧，我哋嘅 wedding planner 咧去服侍我哋每一對新人嘅。咁變咗新人咧就會覺得啊，即係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咁所以其實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係會少好多煩惱啦。其實個地方都好特別啦，我哋除咗一個無處 ballroom 之外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三個草地嘅，咁所以變咗咧，尤其而家近年嚟啦，咁好多新人咧都比較中意啲户外嘅婚宴啦，咁所以變咗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其實有一個户外嘅證婚場地，跟住又可以入翻去室內咧，有我哋個 ballroom 可以做翻 lunch 或者 dinner 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成個配套上面都是会很特别。其实有时有一些很大的企业超过10,000人去到20,000人都有的，他们可以包场啦，又可以住在我们的酒店啦，因为我们有3间酒店，超过1,000个房是酒店的配套，其实很好的。变成其实那个企业无论是住宿或者在他的活动会议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去进行。也不少的奖励旅游很喜欢来，本地的企业也都会来的，因为做很多 team building 的活动，所以都是一个很受欢迎，好受企業歡迎的地方咯。都想再多啲人力物力啦，咁樣都會係想拓展多啲去即係中國呢一邊嘅。咁大灣區係我哋絕對想係去 focus 嘅地方啦。加上呢個港珠澳大橋啦，咁其實我哋喺大嶼山咧，其實都好近呢個港珠澳大橋口岸，其實都係10分鐘車程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嗰個地方咧，其實都係處於有一個優勢嘅。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去拓展我哋喺中國嘅市場啦。咁我哋團隊上面都會加派人手啦，咁亦都會聯絡多啲旅行社啊，一啲professional 嘅 conference organizer， 希望可以安排多一啲嘅企業嚟香港咯。